所以他博士在学校同学。啊，你可以。哎，二斤三两，二斤四两也没得。啊，你可以，两块钱。今儿要忘得很，斤三两也没得。哦，好重啊，我搞忘口。两块钱。那晒点焦黄的土边的，哪里卖喽？那青菜不？美女，二块不？想卖三块的，美女去，人都去到黄瓜铺了。至少条码也要得嘛，想你哪条？
一条。今三年没得几人哇，几人呀？二十二，咱开3块钱吧。今天有的呢，我想买3块，现在10块皮的。你看嘛，还是已经买了二了的东西。那哈喽，这头东西都有多。有好多就穿好多。你今晚难得这头，我先去望一下，啥子？你看嘛，今时你把望到黑，有错。哎。怪呀，人都有些怪的，东西怪了好几家。这就2块5，半斤嘛，七角钱嘛，你要开单，2块5，2块6，2块7，3块钱噻。你抢了3个五嘛？啊？抢3个啊？2个嘛。那就不卖，那就不卖。4斤半？啊？4斤半，软的皮的。哦，我喝就好。4斤半呀，往往做的4斤9原来没得。4斤半呀，你看嘛。拿了钱了哈。嗯。光你还好赚。2斤。我有6块钱。哎，你我南瓜卖不出，不给花口了。要不要嘛？哎，买好多，那不就10斤？好多年了，快1000斤。要不要嘛？哎，我一称，3斤半呀，3斤9元也没的，称了都不要了，你收了，哎，收了不卖了，花去了。